那你再加点，我们在炒的时候，那个火不要太大，哦，中小火，慢慢去煸，把它煸，哦，煸，把那麻油跟姜的味道啊，全部融合在一起。咱台南市吼，上好食的鸭肉，交咱的在地的鳗鱼吼，伫即阵吼，拄好拢上市嘛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今仔日吼，咱伫咱的台首大吼，交咱餐饮世家徐老师，以及咱奇美医院吼，咱的贺营养师吼，来遮吼，来咱介绍，要安怎来煮上好，啊，交吼营养要安怎来食才会均衡啦吼。所以今仔日吼，伫遮要送咱台南市上好的鸭肉。叫咱的上好的鳗鱼吼，要安来做，让咱的市民知影，让咱会使伫这个寒人的时阵吼，会使食着这较营养、更健康的鸭肉。